凡佛门中道理就直下讲心性，所以叫直下见性。什么叫直下见性？就是跟你讲以后，将来你就懂得在心性上修，叫直下不是我教你的，是直下。你明白道理以后，直指心性，你也直下。我教你的是直下的，你就要用直下的方法去学习，就是绝无二路，就是直下见性，直下见性，没有二路。任何东西解释心性，解释久了以后，突然发现你就不是过去感受的那个区块的束缚。你可以明白感受，但你不能不知道它是觉性。所以这就是古德讲的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您刚才也讲了，就是有寻有事，您刚经常讲的有寻有事，是哪个寻哪个事？寻找的寻，一个人，一个司机的司，叫伺机，就是在旁边伺机，一个人字旁，一个公司的司啊。那我看经文里经常有那个依循，那个循，就是遵照如是律，循嘛，那个循字就是你一定遵照他的道理叫依循。那个前面有循有事，那个循是寻找的循，因为你还在摸索，你还在习惯呢，叫有循有事。你在前面摸索，后面还有个心，就是念念之间在跟他相应，啊，那个相应还不是已经到家了，但你一定会跟他相应，啊，那叫四，啊，所以他四，不管他解释什么，你要看他的志向，从人从思，思就是你当机了，当机为思。